就刻意養明，就刻意養明，就刻意養明。我係就刻意養明，我係就刻意養明，我係就刻意養明。屌你老婆警察，攞老婆出嚟屌！屌你老婆警察，攞老婆出嚟屌！屌你老婆警察，攞老婆出嚟屌！屌你老母臭閪警察！
近乎於基督啊！屌，我就乞兒啊，中意處女啦，純情啦，一次性嘅戀愛啦，終生嘅受用啦，反正對一個女仔從一而終，對佢千依百順，每日氹佢開心啦，錫佢啦，愛佢啦，同佢一齊啊，生活啊！咁睇我就乞兒如一命啊，對愛情嘅觀念好保守，唔生仔，咪生仔唔掉閪，生仔一定要啦，有仔女啊嘛，開心啲啊，睇住小魚一命，小臭乞兒啊，臭乞兒小魚啊嘛，幾開心啊！臭乞兒小林兆芬同小臭乞兒林兆芬同小鳩林兆芬。同小鳩楊明，就乞兒小鳩楊明，我係小鳩楊明，楊明你知唔知啊？嗰條撚好似花生米咁細，咁我花生米啊，咁樣就係你乜？你哋關羽係咪想知啊？我花生米地獄打桩機啊，一撞埋啦嘛，就喺幾棟大廈，完全喐都冇粒喐過啦嘛，真係啲風啊，咁係咁入。已經係臭閪樣明，你睇，你冇睇啊？佢係對愛情嘅觀念。
冇錯，《霸王別姬》。丘克依如一名香港皇帝，丘克依做人呢，同你講做人嘅道理，做人應該為咗其他人付出愛心，為咗其他人而活，幫助其他人，付出愛心添。你哋應該加入教會，加入佛教、基督，相信一個善良嘅信仰，然之後喺呢個善良嘅信仰帶領之下做善事，邊翻工邊做善事，瞓醒覺得閒唔使翻工嘅咪做善事，咁食飯咪食得豐富啲咯，飲下紅酒啊，食下煙啊。食菜啦，食菜又唔同食齋喎，咁噶。人最緊要咩？最緊要做人最緊要有力量，力量唔係啲咩？一樣嘢，聽聲，聽聲。第三樣嘢，十戒一真，我從來都唔戒，依啲咁嘅撚樣，深圳撚樣，同我教我做人，我咩聽聲、力量、十戒一真，咁就做人最緊要咩？做人最緊要信三藏法師，心經、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。照見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難。你明？個傻閪習近平。搞緊掂，做中國皇帝，諗乜臭閪？個關羽乞衣嚟，啱做咁啊！關羽皇帝乞衣又做，我臭乞衣係咩？一名係香港王，習近平咩？中國皇帝，習近平乞衣嚟嘅，乞衣習近平中國皇帝，一樣有嘢，但乜嘢啊？但乜嘢？我係臭乞衣。一名香港皇帝，但唔緊要啫。關羽咩？關羽係乞衣關羽皇帝。反正香港以後歸我管，我係定都香港。所有事務都問過其他臭乞衣啦，一問觀世音菩薩，一係問臭乞衣啦。一問啲雞，一問啲雞都得，啲妓女啊、小姐啊、雞啊、性工作者啊、賣閪嗰啲啊、賣閪啊、賣笑啊咁嗰啲啊，你咪睇。一問斷手斷腳嗰啲咯，因工傷啊、斷手斷腳啊、唔小心啊，俾人撞到斷手斷腳啊，自己唔小心啊，斷手斷腳、盲眼難見啊、皮膚病嗰啲咁睇，我問緊啲，唔好再煩我。我臭乞衣養唔到香港皇帝，好撚多嘢要忙，我又要執樹葉，又要淋水，仲要照顧啲公仔，啲公仔又要洗白白，又要食嘢，又要瞓覺，你睇佢咧，瞓小陣都唔得，啲嘢唔同，食小陣都唔得，屎啊！
就刻依然為係男人，只係男人啫。啲男性係警察都要做皇帝，係警察就要做皇帝。係警察都要做黑衣關羽皇帝，都要做皇帝。但我唔同，我臭黑衣如果唔係香港皇帝，仲要講翻嘢，我臭黑衣如果唔係，簡單啲啊，香港皇帝呢個你自己幫我冠上去係咪？我講唔到咁撚長嘅名咁滯，我啊臭黑衣一名，臭黑衣一名，臭黑衣。臭黑衣如果明啊，咁我反正我係臭黑衣如果明啊，我係臭黑衣。臭黑衣如果明咧，收錢殺警察。臭黑衣如果明，收錢殺警察。臭黑衣如果明，收錢殺警察。臭黑衣如果明，收一毫子啫，殺一個警察。但係都得，警察數量係任你講。臭黑衣如果明收一毫子啫，殺曬全部警察。臭黑衣如果明收一毫子啫，殺曬全部香港人。臭黑衣如果明收錢殺香港人。臭黑衣如果明收錢殺香港人。臭黑衣如果明收一毫子啫，殺曬全部香港人。殺一個香港人得，兩個又得，全部又得，任嗌時價時疏。臭黑衣一邊殺關羽啊！咁咧，其實殺關羽係好撚正常事啦。臭黑衣一邊殺關羽，收一毫子啫，殺曬全部關羽，幾多個關羽都得，你夠膽講就得啦。收一毫子幫你殺幾多個關羽得，你講就得啦，俾到一毫子就得，夠膽俾一毫子，夠膽講，又幫你殺，講得出做得到，一言九鼎，是馬難追，馬都追唔撚翻嗰句嘢，一句説話九個鼎嘅重量，諗下咋，自己用腦諗下幾撚重，頂唔頂得順先？嗰個傻閪傻閪黑衣習近平啊，咁樣睇皇帝啊，傻閪黑衣習近平皇帝啊，咁樣中國皇帝啊，傻閪黑衣習近平中國皇帝，有冇有隊伍解放軍嘅嘛仔，揾犀利，咁啊又核彈又航空母艦又戰鬥機咁樣就，又火箭炮群坦克群咁樣就係，又間諜咁樣就係一大堆嘢咁樣就喺嗰度。中國俾佢管，簡直食緊一屎一樣。不過唔關我事，我管香港嘅啫，佢管中國。啊，咁傻閪黑衣習近平咧就管中國，咁傻閪黑衣關羽咧就管澳門啦，就管澳門，一俾個澳門嗰度。傻閪黑衣關羽又管澳門，咁我咧，我係。喂。我係臭黑衣如果明，香港皇帝就管香港，香港以後就歸我管。嗯，香港係歸我管，啱，香港係歸。華家啲公啊，你攻沙手，而衝三衣，你覺得我點？嗯，你覺得我點？得唔得先？覺得我唔得。講出嚟就得，嗱，喐手都得，俾你先喐手先，再講，喐咗手先講，做男人呢啲嘢，喐咗手先講，喐咗手跟住先再講，唔好好似女人咁講緊完先喐手，交唔撚答白，
警察嚟招係嘛？中招樹，關羽嚟招，中招樹，香港人嚟招，中招樹，習近平嚟招，中招樹。但係知唔知我中？我抽黑煙名中木瓜樹。我抽黑煙名中滴水觀音。嗰啲好撚大塊葉嗰啲咧，一開花有個佛焰包嗰啲，幾萬粒種子嗰啲，咁大塊葉嗰啲滴水觀音，成個澳門啊！我睇關羽點清，清唔撚掂，佢係清潔工，但我得，我得，成個大陸都係滴水觀音，我中咯，成個香港澳門都係滴水觀音，我中。我自己種就自己殘，呢叫咩？呢叫生命麵，生命麵包啊！生命麵包呢叫做，因為我產滴水觀音，我種滴水觀音。之後關羽管澳門，習近平管中國，我呢我就管香港，係燒我一隻我，燒我，燒我咯，我啊燒我，燒我佢管香港，燒我咧佢係有分獅頭燒我定唔知咩燒我，反正燒我奶粉好撚好食燒我，但我食你知唔知我食啊？我食齋啊！但問題我食齋係食菜嘅，所以我唔係食齋。我係唔會食動物嘅，殘忍食動物殘忍啊！我唔可以咁殘忍，我係一個慈悲仁慈嘅王嚟。其實我話個真相俾你聽，我係悉達多，悉達多，悉達多。我諗你都冇乜人識悉達多嘅。有得佢識達多啲忘記咗，佢當我冇講過。邊個識識達多？冇你識達多。我講翻楊明，我係抽黑衣楊明，香港皇帝。我天生有皇帝能，皇帝能，皇帝能，只有咗皇帝能，我一世啊永無憂。因為他們是可愛的公仔群，可愛的公仔群和可愛的公仔，他們要洗白白，要睡覺，要吃東西，要穿衫衫。我看我平時在家，我喜歡煮幾味下廚，和我老婆煮幾味。快餐的話，快餐，不是，慢的話就煮個公仔麵。快餐我係整個鐵骨羊扒，我鐵骨羊扒有酥味，羊酥味，魚咧有魚酥味，但我唔中意食雞酥同豬酥同牛酥，我都唔啱，我啱羊同魚。我睇我啊，就黑羊明香港皇帝，我唔飲酒，都唔食煙，食煙係咩？警察食。關羽食，香港人食，食煙。香港人食煙，香港人食煙。關羽食煙，警察食煙，警察食煙。關羽食，關羽飲酒，關羽飲酒。警察飲酒，警察飲酒。香港人飲酒，香港人飲酒。反正關羽係吸毒嘅，關羽係吸毒。關羽佢又賭錢嘅，關羽又賭錢。關羽佢又叫雞嘅，關羽佢又叫雞。警察咧？警察又叫雞，警察又吸毒，警察又賭錢。香港人咧，香港人又叫雞，又吸毒，又賭錢。但我黑衣養明，我係臭黑衣，臭黑衣養明咧，係一隻我嚟，啱，係一隻狗嚟，黑衣，係一隻我嚟，係一隻狗嚟。香港臭黑衣養明，係一隻蟬蜍。你冇睇到？嗱，我示範一次蟬蜍俾你睇。我上一世就係一隻蟬蜍，
但係我唔搞唔清楚，我係夾鬼定係蟬蟲。但係我唔係癞蛤蟆，因為我係唔會食天鵝肉。嗱，你試下先，嗱，我明白。嗱，所以嗱，第一個 step 先，第二個 step 先。咁我睇下，係咪再睇？嗱，我懷疑緊緊，我係蛤乸，我唔係係可能係蛤乸，蛤乸瀨啊，麻麻係個蛤乸同埋誒蟬蟲啊，蛤乸同埋蟬蟲，我唔知我係蛤乸定係蟬蟲，但我一定係乸嚟，因為我乸乸地，我係一個乸型嘅。你冇睇下，我係一個乸型嚟，我七花一樣明。好撚中意啲女人嘅，啊！好撚中意啲女人嘅，啲煮下飯啊，洗下衫啊，行街買下嘢啊，俾人哋啊，俾自己啊，咁樣樣。反而中意煮飯啊，洗衫啊，咁同啲公仔玩下，洗白白啊，食嘢啊，沖涼，自己著衫著靚啲嘅時裝咯，時裝，嗯，著出嚟型咯。型啊！咁樣好睇啊！黃賭毒嗰啲，我黑衣都唔掂啊，臭黑衣都唔掂，黃賭毒都唔會去消費一啲色情嘅場所或者色情嘅夾布，酒啊煙啊都唔會消費，都唔食嘅，邊會消費酒啊煙啊同啲色情場所都唔會要。臭黑衣如一名香港皇帝，西楚霸王项羽，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呼呼，筋斗云。关羽警察，黑衣关羽警察。得罪我如一名香港皇帝，嗯，食硬屎，斬雙手雙腳，打爆白牙，玩滑板，幫如一名賺錢，聽黑衣關羽警察嘅下場，我都覺得慘。多行不義必自毙，若然未報就時辰未到。但是時辰已經到了，臭黑衣如一名香港皇帝，你知唔知啊？你警察得罪邊個？得罪臭黑衣如一名香港皇帝，幫一名含柒嘅，但冇資格，唔使啊！幫一名瀨屎眼啦，食屎啊，都冇資格。唔使食，唔使啦。你臭黑衣，你唔係臭黑衣，我係臭黑衣如一名。你係黑衣關羽皇帝，睇撚到我如一名啊！呢個臭黑衣，算你賺撚到。我一存在，你係賺緊咁樣，我係蝕到閪咁。呢班冚家產警察，冚家產關羽，忘恩負義。咁啊！我臭黑衣如一名，香港皇帝大恩大德一存在就，你班忘恩負義冚家產點對我？你班關羽，你班警察點對我？你自己諗下，又唔使補償俾我，啊！我唔收人嘢咁啫，最緊要我對人好啫，又對我唔好冇所謂，我對人好咪得咯，啊！又對我唔好冇所謂。至於邊個要幫忙嘅，揾我就得噶啦。邊個唔使幫忙嘅，揾關羽咯，揾警察咯。我專幫人，咩都幫，動物又幫，植物又幫，樹又幫，咩都幫。如果想唔幫嘅，揾警察揾關羽就得啦，唔使揾我，一揾黑衣。
臭黑衣係專幫人，一揾觀世音菩薩咧，觀世音菩薩都撚中意幫人。觀世音菩薩好撚中意幫人，幫人舒服咯，救苦救難，塵生救苦。唔好聽我咁啊！我都係觀世音菩薩嚟，我都救苦救難，塵生救苦。唔通睇啊！我立身今天地位，皆因我發揮，皆因我冇乜心計，凡事向正面睇，會是亦能自制，前路不可估計。臭黑衣一名香港皇帝，相信觀世音菩薩會拯救全個十方法界和娑婆世界，令到這裡充滿愛、幸福、和平和美滿各種功德。臭黑衣一名香港皇帝，相信觀世音菩薩天主教會拯救世界，令到眾生脫離痛苦，離苦得樂，遠離顛倒夢想，從而每個生命都得到幸福和美滿的存在，成為永恆的幸福和美滿。